游览过程中请佩戴好口罩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腊雍县的九洞天体区，我们看一下贵州的溶洞非常多。快跑！对，看着这猿猴的脸在这儿，看到吗？这儿，看到了。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哇，它的两个臂膀有点像泰山的感觉。对，人猿泰山。对，人猿泰山真像泰山，还有它的眉毛两边正好，啊，树叶就当它的眉毛了。这是神州版图，它这里有一个喊泉。接着喊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栈道上，地面有些潮湿啊，看看空中的燕子正在翻飞，有很多燕子行船。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山洞，这个溶洞很奇特，它还有水电站在里面，我们把它称之为溶洞水电站。啊，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，这是艺术和实用的结合。啊，这是发电机的水啊，直接流到了河里面。哇，山洞很宽啊，还有很多灯光，很漂亮。很梦幻的一个洞，让人联想翩翩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出洞口，我们准备去坐船，准备去游览啦。一直直到菩萨是你大慈那条河。洞里面有一些比较梦幻的灯光表演，比较有意思。就到唱歌就唱歌了，对酒花儿多有功，对酒花儿多有功。大家往后右手方向看，这边可以有一个顺口，啊，有一个顺口，就是躺起来的如来佛祖。哦，对对对。现在你们可以拍到。啊，有个睡佛侧睡。对对对，躺起睡。啊，现在就像葫芦。啊，对，现在葫芦上正好有一轮太阳。那个是金丹已经进葫芦里面了。啊，金丹进葫芦，对对对。要是再上去一点，又是一个桃心。然后前面看到的这一个是六洞天，象王天。嗯。因为它前面那个像大象的那个鼻子伸到这个河里面去吸水。啊。所以它叫做象王天。象王天。现在我们走出了洞，第一个是涵洞，最后一个是涵洞，啊，这叫洞外有天，洞中有洞。